武林相传，天地双尊18年出现一次，赏善罚恶。武林中有武功品德俱列第一者，即赠于赏善罚恶令和函玉功，使其成为武林至尊。此后18年掌管武林，杀尽邪恶之徒。至于如何断定谁是善，谁是恶，就不得而知了。 你是黄河七大寇，所有韭菜全都搬出来，所有银两全部放下，所有女人全都躺下，所有男人全部消失。 老板娘啊，快点走啊！哎呦，这人好凶啊！还不滚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飞那么快，哪儿去了？拿下来！哎，等等。兄弟们，闪！我肚子饿。要嘛不要吃，不要吃。不行啊，我一定要吃新鲜手、新鲜脚、新鲜的心、新鲜的胆子，让我吃嘛。哎呀，你忍一忍，这群都是些小贼，脏不拉几，又骚又臭的，什么好吃的？不要吃。不怕，我吃完刷刷牙，喝杯茶。哎呀，如果你吃了人呢，不就让人家知道你就是10大恶人，吃人不吐骨头的李大嘴了？啊，不要吃。对啊，人家也知道你是涂娇娇了。哎呀，让人家知道我们是10大恶人，不把他们吓翻了。对啊。他怎么了？胆子吓破挂了。哎呦，那肉不就是苦了吗？就是。我不玩了。哎，不要死啊！哎，拜托大家，通通不要死啊！今天留给我。啊！我是10大恶人的狂狮。 好自私啊！光顾自己吃，你说好要请我吃个鼻子的。不，鼻子有鼻屎嘛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啊，那耳朵还有耳屎呢，你干嘛要吃啊？洗干净就行了嘛！嗨，你真烦人呐！来，请你吃只手好了，吃吧。他肚子是不是饿了？怎么一直流口水啊？又一个被吓死了。 其实是莲藕，他还以为是手呢。这个世界哪里有人吃人肉嘛？真是的。移花宫。华东水灾，朝廷拨款700万，扬州盐商汉民间捐银1400万两，交由江南84家镖局免费联保，给了你们20万做保护费。谁知道在猛虎谷你们下毒手，杀死官兵276人，镖局164人，把镖银抢走，也导致华东灾民因饥寒而死有47万人。你们说该不该死？啊，公主冤枉啊！那些镖银是龙外双魔抢的。 那龙外双魔是不是10大恶人呢？当然是了，那就说该死了。他们串通好了推卸责任。用不着跟他解释，恶人谷是武林禁地，他凭什么进来要人呢？就是这个。整事罚恶日。不错。3天前，双尊把赏善罚恶令传给我了。我现在就是当今武林至尊了。不查清就这样杀我们，尽管来吧，我们不会还手的。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打一打。 燕大哥，父郎，主公，公主，燕某人一介草莽武夫，公主是金枝玉叶。5年前我们成亲，所有人都说我们不配，可是结果这5年，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。如果这个世界真有轮回， 千世万世，我还是会选你为妻。我今天把儿子都抱来了，就想求你悬崖勒马，不要在恶人谷大开杀戒。我知道李大嘴是你朋友，难道因为这样，你就连他抢劫救灾银两也不让人追究？大嘴既然是我的朋友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。大哥，不用他解释，我也知道他是无辜的。我来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 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。恶人谷的禁律是170年前神僧所定的。他说，纵有十恶不赦之人，若逃入恶人谷中，也不能赶尽杀绝，以表彰我佛如来好生之德。100年前的规律，就让100年前的人去遵守吧。那么，我只有阻止你了。我要做的事， 没人可以阻止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割袍断义，夫妻之情到此为止。好。 输了半招，我走。不过18年之后，我的传人再执掌赏善罚恶令，一定会血洗恶人谷。哼！叶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哎呦！叶大哥，叶大哥刚才中了寒玉功，全身经脉尽断，幸亏有我在。 我喂他吃了逆天丹，能不能救得活？是啊，命是保住了，可是以后神志全失，成了假死人。哎呀，好，燕大哥是大好人，你救不了他，我掐死你！不要，你掐死我也没用，我真救不了他。哎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合力把他儿子养大，把我们会的所有功夫全都传授给他，不就得了？哎，可是移花公主这个臭女人这样子对我们，小霞，我看不如把他的儿子。你才想得出来呀！哎，听着，我们把所有的坏事全都交给他儿子，让他将来把公主气死。是这个了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样子像我，美艳无双，骨骼柔软，经脉流畅，是学武的奇才。 万中选一当然难得了，公主给他起个名字吧。是啊。哎，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这里是移花宫，就姓花，完美无瑕，就叫他做花无缺吧。什么一点点？一是一点点，是也一点点，点你妈个头！谁要进恶人谷？说话呀！嗯？岂有此理！你看什么看？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哎！你。 为什么跑恶人谷来？做了坏事啊！做什么坏事了？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，能说出来的我全都做齐了。嗯，有没有吹牛？嘿，吹什么牛啊！我是江湖名道高志深，还要吹牛吗？有没有骗过自己？嘿，那倒有，我老说自己英俊。你有没有赢过自己呢？哎，每个大男人都会手淫嘛。那有没有杀过自己啊？你耍我！你看。 啊！对，啊！哎，快捡起来！哦，那我是说我的手啊啊！那抓着啊！嗯，我你干嘛打我？没打你啊，两只手你都抓着呢，我怎么打你？哎呀，我不玩了，我走了，我不进恶人谷。喂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抓过我的手中毒了啊？那会怎么样？小鸡鸡会烂掉哎。 哎，别那么大声，屁股也会烂掉啊！那我怎么办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有解药。来，张开嘴巴，很甜呢。当然了，苦口是良药，甜口是毒药嘛。你别再耍我了，你把我耍死了，大哥！谁他妈是你大哥？你不是大哥，那你是何许人？ 哎，他就是恶人谷十大恶人唯一的嫡传弟子，恶中之恶，恶的不能再恶的恶人了。哎，哎呀，你就简简单单告诉他我是小鱼儿不就得了？嗨，他不知道小鱼儿是谁吗？他敢不认识我小鱼儿，我就一刀砍死他。那我跟你道歉好了。嗯，你道歉，小鱼儿。小鱼儿，嘴巴焦妈他们在找你呢。哇，拽不拉几的还派个传令兵，跟我来。哎，什么？ 派我去武林至尊争霸大会？是啊，除了派你去武林大会之外，还要你去找两个人了。对，哪两个人啊？哎，其实我们以前不是叫十大恶人的。说的对，江湖上人称我们长江十大侠。啊，我是长江1号。哎，我是2号。我是长江3号。我是长江4号。哎，我是长江5号。捂你妈的头啊！我才是5号。那5就5了，那我是6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 20年前黄河决堤，朝廷拨出100万两用来救灾，那笔钱就是由我们这个人负责护送的。对，哎，这个长江7号跟8号呢，这对陇外双魔啊，就把钱给吞了，夹带私逃，把我们害惨了。那你们8个应该跟他们2个拼了。我们当时被他们毒晕了吗？干嘛不把你们毒死？这一招才叫狠毒啊！害得我们现在受千夫所指，万人追杀。好。 我们决定派你去武林城，把那两混蛋找出来。喂，你们等一等，喂，我不是你们说的什么长江1号、2号。是，你是长江，我长什么江啊？你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？对呀。哎，儿子，这可是你报恩的好机会哟。哎，恩恩相报何时了？大家洗把脸，把他给忘了吧。哎，就算你不帮我们去找人，你也得把赏善罚恶令拿回来才行啊。对呀，假如让人家拿着令牌杀进我们恶人谷来，我们可全部都嗝屁了。哎，是。既然那么严重，那么大家一起去吧。大家？哎，那么谁是大，谁是家？是吧？大呢，当然是大哥李大嘴了。是。家呢，当然是管家涂娇娇了。去。哎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明明大家就是一起嘛。对呀。哎，有什么道理？大家是指我们两个人呢？啊，你还是跟我一起去。大家都认为你们俩就是大家嘛。对呀。好，就算我们愿意去，我们这副德行，人家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。对呀。那，假如你们两个愿意去呢，我就帮你们治好嘴巴和眼睛。可以治好的吗？可以。 比伤风难治一点点啊，还比伤风难治一点点呢。是啊，哎，那18年来为什么不帮我们治啊？哦，你们又没有找我治，我以为你们高兴有点特色。我搞你老母！我不知道。哎，这。哦，你刚刚说搞谁老母啊？哎，我搞大家的老母啊。啊，搞大家老母？我搞大家老母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大家就是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大家了。 耀刚叔叔，等一下我就会离开恶人谷了，到时候恶人谷就会少了个恶人，可是你的身边就会少了个好人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亲人，每一次跟你聊天，光我说你不说，可是我老觉得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似的。 希望有一天你会跟我说话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保重。再见。哎呀，嘴巴治好了，说话也舒服多了。我看东西也精致。哎，来，进武林城呢一定要有武林帖，我们想办法找点帖子。哎，干嘛？这种事你们两个去就行了。我第一次离开恶人谷，你们总得让我到处玩玩。哎，不行啊，江湖险恶，你一个人到处乱跑很危险的。就是啊，不怕啊，我有恶人谷的标志。什么？什么？ 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谁敢欺负我？那倒是啊。 我走了啊！哎，小心点啊！记住，3天后在武林城大门外见面。行了，到时候见啊！小心点啊！原来我以前这个嘴巴拉长啊，还真有够丑的。不丑嘛，我觉得我独眼才够丑。哎，不丑，你以前独眼时候很美，现在更美，美的冒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美女。你笑人家的啦，俊男。哎呦！哎，走啦，美女。走啦，俊男。禀娘娘，今天只抓到这个稍微像点人样的，所以特地把它带回来孝敬娘娘。像堆大便一样，谁知道能不能吃啊？把它剥皮。哈！醒了，果然有几分姿色。这里是我的进宫，这些都是我的妻妾。 小男人，你能哄我开心呢，就饶你狗命。有了我之后，你还要这条废物干什么？啊？我像是一个使男人变废物的女人吗？哦。你会不会洗脚啊？娘娘。 小人知错，小人这些水越洗越冷，马上给您换一下。马上让你做皇帝，烦死！我带这个新人去洗澡。是。洗完了？洗好了吗？你这样子只叫做泡完，洗澡也不脱衣服。哎，老姐，人家在洗澡，你瞪着眼睛盯着我，人家怎么敢脱啊？而且呢。 人家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别人看过我的兵器，我还可以告诉你啊，人家什么？人家到现在还是个处男呢。哼，那就非看不可。哎，别，老姐，哎呀，不要玩了啊！哎，啊，什么这么大一根？你千万不要拿出来啊，免得你尴尬，我也不好意思。 你的手啊！不要！我的手在这里啊！干嘛带假手上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你没有抓我之前呢，有一票女人把我给抓了。他们说啊，你一定会抓我的，所以把假手呢交给了我，叫我呢不要把兵器交给你，只是把假手。原来你是移花宫的人！里面的人听着，移花宫少主花无缺奉命围剿山贼。 万人迷，限你半个时辰出来投降，否则杀无赦。娘娘怎么办？清场。还有这种事？啊！死得这么怪异啊！ 哎呦！嗯。啊！趁着没什么人，老子先拉泡屎再说。哎，兄弟，手下留人！兄弟，留神！哎，在下江玉郎，性命危在旦夕，正在……哎，啊，老哥果然有两下子。你好皮呀！看来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们合作逃生，好吧？啊，这位勇士，你居然可以栖身在这种恶心闷臭的茅厕，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过奖过奖。你老爸我愿意跟你结拜。好，那我得叫你声干哥。干哥，小心！哎，还来这套啊！干哥果然戒备森严，佩服佩服。嗯，哎，慢，有杀气。 不准！少公主，你千万不要穿女装。如果被公主知道，一定会责怪我们的。如果被公主知道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谁都不许说。是。美不美呀？美，好美呀！你留在这里，我上去看看。帖子捡起来，你是不是说真心话？哎呀，是了是了，捡帖子吧。那你发誓，发你个臭哦！有客到。阿弥陀佛，神僧有两位远道而来，请到客房休息。 会不会有人认得你们两个？不会吧，我们两个样子都不一样了。况且18年没有在江湖上出现，应该没有人认得我们。喂喂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两位好眼熟。熟你妈个头啊！全武林这么多人，你都眼熟吗？就是，你怎么说话这么粗啊？莫非你好说？我们就是武林三粗，最粗、真粗、太粗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久仰。哎，爷爷。哎，你们先。谢你妈了个大傻叉！再说个仙字就把你吊起来海扁一顿！滚！鸟样！打扰我干什么？走！息怒。哎，你真的很眼熟啊！看不出你还真有一套。说的好流利啊！这女的好像思春期呢。 阿弥陀佛，武林名捕一窝蜂，久仰，要你们劳师动众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您太客气了，能够得到北海神僧的赏识，成为这次武林至尊大会的评判，应该说是我铁心兰的光荣才对。哈，好，请。哇，想不到现在武林这么多闲人呐！就是，还得一个一个的打上去，打的手都软了。不但打，还得这样呢。嗯，这什么？ 按赏善罚恶令大会规则：1. 无铁者不得进入； 2. 铁分金银铜3级，待遇随之； 3. 铜可进银，银可进金，唯需考核武功； 4. 进至金级者，又能通过人品甄别大选，继承赏善罚恶令候选人。哇，是谁想出来的？这么啰嗦啊！就是，哎，那边有个人一直瞪着眼看我。嗯，在哪里啊？在哪？那边嘛。有个女人盯着我。 在哪里？哎，好像是外双魔那个王八蛋。真的？试试。嗯，他跟我眨眼。嗯。哎，没什么反应，让我来。嗯，不是眨眼，他是独眼。是吗？嗯。认不认得我呀？不认得。怎么样？不认得啊？啊，不认得啊！一定。 各位武林朋友，本人江别鹤，仅代表武林城上下人等，欢迎各位光临。现在是晚膳时间，本城仅设国宴。哎，好大一只插在头上那个什么人？那个你都不认识啊？那个就是武林城主江别鹤呀！10几年来好事做尽，成为第一积善之家。这次武林大会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他付的。 他隔壁那个又什么人？大美女啊！秃头那个你也看成是美女了。殷勤。客气。招呼不周，请各位朋友多多包涵，请。李翁，这是小儿玉郎。李伯父您好，练公子果然英伟不凡呐，真是一表人才啊！这次武林盟主非他莫属啊！哎，干哥，哇！哎，茅坑朋友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提。你看，哎，你的帖子在我这里嘛？哦，你是忘记了对吧？啊，请上座。玉郎，爹，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前几天不是跟您说我摔下山崖就是得到这位英雄相救的，这是我爹，他是，你贵姓？焦，啊，他姓焦，开个玩笑，让我自己跟他说吧。啊好，哎，铁捕都来了，我过去招呼一下啊，拜托嘴下留情。请便。啊，铁捕头，金铁是吧？请到上面，我带路。老公子啊。 哦，来，干杯啊！还干啊？这些菜都等凉了，那么没礼貌要人家等。哦，啊，管他呢！哎，等一等，干哥，要人家等是很没礼貌的，不过不等人家也很没礼貌哎。嗯，这个死不要脸的大庭广众的说我，那算不算有礼貌啊？啊，不过这个人很值得我们打。哎，你看来了啊，来了，嗯啊，嗯，刚才那些好像不够看头，再来点狠的。嗯，客气，请，不用客气啊。 花公子，花施主有礼。啊，花公子，请。城主，啊，来了，可来了！迟到总比不到好，撑死总比饿死好。来，哎，开动啊！嗯，对不起，在下花无缺，习惯。 独饮、独食、独断、独行。现在来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不跟大家一起吃了。干杯！请。这不是那天我见那个女的吗？哼，装模作样。吃东西嘛，演讲啊！武林人士千奇百怪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哟，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。 哎，吃东西。在下北海神僧小黑大师，没请教，想摸我的底？好，在下松花江天刀峰绝命岩岩主向前一镖，没听过吧？没关系，家师的名字你一定听过，他就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呢，拽吧，很熟。请，哎，请。 不知所谓，我绝对肯定那两个，一个是李大嘴，那个女的是佟娇娇，另外那个是燕南天跟移花公主的儿子。燕南天夫妇18年前在恶人谷一战，2败俱伤，之后他两父子就不知所踪了。燕南天非死即伤，他有恩于10大恶人，所以。 他们一定会把他儿子养大。依我看，一定是那个臭小子。是就好了，到时候我可以拆穿他是从恶人谷出来的，3言2语就可以把他踢出局。哈！哎，谈正经事儿，小鱼儿啊，你去给我击剑那个花无缺。为什么要击剑他？哎呀，整个武林城里也只有他有条件跟你斗一斗。只要你把他击剑了，破坏他的声誉，他就当不了武林至尊。他当不了武林至尊，自然就是你当了嘛。那也用不着我去嘛，你去也行啊。我到时候我也忙别的。那你忙什么？我要喊上这个哔哔，然后把哔哔吹响，通知他带人到现场捉奸嘛。那也是。假如她是女的怎么办啊？女的，我就有空了，到时候我就不用喊哔哔了，我自己上就可以了。切，瞧瞧你的德行，这肯不肯呢？ 对啊，用迷情3宝。所谓迷情3宝啊，就是迷仙酒、淡魂粉、激情柱。这3样如果都用了，到时候不上马就会7孔流血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？上！ 不管他什么，我撑不住了啊！快点下去再说吧啊！快点！哎呦，出去！去把风啊！妈的，吓死我了！小姑娘，你的波好大呀，让我摸一摸行不行啊？嗯。让我亲一口行不行啊？好好好。啊！哎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刚刚说到哪里了？哦，没什么。你说弄好了想走了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先走了。 你说什么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这18年来，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成才，对吧？到了今天，你翅膀长硬了，居然开口叫我先走啊！拿你的嘴巴，18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产生想失身给他的感觉，你居然想占为己有！ 好，我成全你，我先走，看你对不对得起我，看你有什么脸来见我。让儿子，嘴巴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哭啊你？这18年来，怎么样？啊，放在心里面的感觉。你说，我的双眼全把我给出卖了啊！看着我的眼睛，再看，我现在流露出。 尊敬你，看到了，崇拜你，孝顺你，看到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恩人，谢谢，亲人，别这么说，还是圣人，我真没想到你会，我不对，我对我喜欢的人有遐想，还想失身给他，我思想错误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说呀，我不是人，你走吧，我先走了，那就行了，对了。 如果他是男人呢，我待会儿叫你进来啊，就这样了。小月儿，兔崽子，出来！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只说不跟你争啊，没说不可以留在这里看呢。你烦不烦呢？你说我凭什么要把你给留下来？让我留下来看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呢，我可以现场教你们。懂，我每招都懂。你在这我就不行了。哎，什么不行嘛？上次100-200人围着我，我还不一样嘛？别说那么多了。哎呀，就别烦我了，躲别的地方去行不行？快去！什么事啊？哎，到底什么事啊？跟我来！还不问我为什么要进你房间？你为什么要进我房间？我进你房间？哎，这手套很精致啊！说，为什么要进我房间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进你房间呢？什么事啊？他……哎，让我来。 讲话不要动手动脚，不然把你手砍掉！哎呀，又被人骂了。哎，你怎么说怎么好了，反正我这……哎，不许摸！不是我摸你，是这假手摸你，我的真手在这里。嘿嘿嘿，所有到这里来的人呢，都是为了一个原因，我不妨跟大家说，这个原因就是为了他。 武林城最近出现了。姑娘，你的波好大，让人摸一摸行吗？嗯。武林城最近出现了一个蒙面变态狂魔，跟我来，专向男人偷袭，先迷后奸，奸完就杀。我跟踪这个受害者到这个房间来，藏身衣柜，无非都是为了警恶惩奸，造福武林嘛。哎，把你的假手拿开！对不起啊，哎，小姑娘，你的波好大啊，请你让我摸一下好吗？嗯。啊！ 看他的样子，一定是中了迷仙粉了。你那个采花贼啊！不是采花贼，是拔草贼，小龙女。哦，哎，那个拔草贼是相当的卑鄙，被他先走一步，算他命大。你，我本来是跟武林一窝蜂1、2、3来把他铲除的。我的波，哼，有花不采，你去拔草是吧？我们女人全都死光了。 别说那么多了，快给他吃解药啊！哦，啊，哎，他中毒非常的深，相信普通的解药已经帮不了他了。试我的，我的波，找到没有啊？啊，找到了。啊，大的没找着，小的将就用着吧。哇，这么大一颗，怎么吞呢？用酒比较容易吞一点。哎，不要！哎。 哎，别！哎呦，怎么会弄成这样了啊？拿开你的假手！好。有的时候这个真真假假很难分啊。哎呀，你真是幸福哦。哎呀，完了！他银气往外冲啊！完了！哎呦！ 小姑娘，哇，你的波好大啊，让我摸一下好吗？看来大家都有问题，我还是先把他带回去吧。站住！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。哎呀，对呀，一定要说清楚才行啊。根据这位受害者的口供所说呢，那个拔草贼的胸口有一颗大痣。现在剩下我跟你是男人，为了表示清白，我呢让大家看看。花公子，你呢？ 哎，对，大家脱光衣服看看吧！哎，脱光了啊，脱衣服，脱衣服啊，下流，脱！哎，花公子，现在只有2个办法：一就是你立刻露出胸口让大家看清楚；二就是我们带他回去医治。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哎呀，你不说就是让我带他回去医治了，对不对？随便你，真是好心肠，就此拜别，走。 嘴巴，你也知道，现在你3毒齐发，逼经上脑，我也没解药啊。如果不上马，你就会七孔流血，叫妈！哎，来，那，就这个是吧？那这母马交给你了，走吧，1、2、3，走！你看他能不能搞定那匹马呀？ 我想应该可以吧，是我精心挑选的。这匹母马又快又驯，我想再等一个时辰左右吧。嗯，2位，谢谢，感激啊！哦，我先洗个澡，换点衣服再说啊。这么快啊？嘴巴怎么这么快啊？啊，他是畜生啊，没有感情的，你们还要让我搞多久啊？ 尽快搞完，把毒放掉就算了，那还能怎么样？你不会吧？我们是想……哎，过去，他浑身臭死了。我只是给你一匹马，叫你骑到城里去，去找一家妓院，找个小姑娘搞。什么？你是说让我骑着马去城里找个姑娘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刚刚跟那匹马。阴茎，被他们先阴茎，你真划不来呀！哎呀，这2个越看越像陇外双魔。我去盘问他们。哎，你不要冲动嘛，现在还没有证实他们是不是陇外双魔。嗯，等我晚上想个盖世绝招，摸清他们的底。哎，走吧。嗯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哪里哪里，请坐。比武抽签仪式现在开始。 比赛开始，吉斯邦的草上飞对西连县的欧阳华。嗯，啊呀！真有人让人一脚踢下来了！走！有位置坐。行。哎呀！你。哎呀！你活该！嗯，规矩是。哦，骂错人了。我去。 哇，真没同情心！哎！经过一番龙争虎斗，六强已经产生出来了。 他们就是点苍派的陈暗苍，武陵城的江玉郎，武陵新秀小鱼儿，武陵城城主江别鹤，移花宫的花无缺，还有天山派的武天庄。武天庄，你也敢跑来争武林至尊呐、啊？你当强奸民女是你分内之事吗？ 什么强奸民女？你发呆随便乱瞎掰，你怎么说都行了。天山那么高那么大，我干什么你知道吗？天山山高树大，屋少人稀，全山4乡12村，男丁120人，民女49人。上个月月圆之夜，你醉酒闹事，打伤陈氏兄弟，还强奸了他们的妹妹。天山上下谁不知道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啊？全国的巡城马都是我神僧的眼线。 我每天收的飞鸽传书不下3000封，我在长安光喂鸽子的食每天不下10担。你说天山发生什么事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嗯。善哉善哉，你就是陈暗苍。我知道，我没资格参加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恭喜4位可以进入总决赛。 师傅，您看小鱼儿和花无缺，谁能够打赢谁呢？无所谓谁打赢谁，小鱼儿的存在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对付移花公主。师傅，徒儿的前途就交在您的手上。只要进入决赛的是小鱼儿、花无缺跟你两父子，那这一届的武林至尊就一定是你。 爸爸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。谁爱风流高格调，共怜时事恋梳妆。 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做嫁衣裳。连，你们是春心动了？念这种玩意儿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犯了宫规呀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听你念了一个晚上才学会的。有这种事？啊，对了，那个小鱼儿真可恶，你们说该用什么办法对付他？就是啊。 尤其是他那双眼睛，好厉害呀、啊！盯着你的时候，叫你的心扑通扑通乱跳，真想把他挖出来。不过他老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你也没办法生他的气呀、啊。哎呀！速到废墟一会。花无缺。哦，双尊。深夜传召，情非得已，辛苦你了。何出此言？花无缺，论武功你是一线一，论人品你是一等一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你招人忌惮，四面树敌。现在已经身陷险境。 小心！小心！是你！不用再叫了，着地了。哎，搞定了！啊！ 你没事吧？我一定是摔下来的时候，把脸给摔裂了，是吧？啊！哎，你到哪去了？你不要离开我！你到哪去了？哎哎，我在这里。谢谢你，姑娘。不错。自从在贼窝见过你之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。 是你了，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等的女子就是你。缩手，再闪你腰。我跟你说，你很美，在你走了之后，我闭上我的双眼，因为我怕。 张开的时候就看不到你了，只能看到平凡又一般的人。我一直想，你要不要紧？不要紧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我只是跟你说话太多了，一下子咽不下口水。是血呀！啊。 血！哎呀，情到深时，血浓于水。当我再看见你，你在寝室里出招收招，我就已经知道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假如要死的话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。 现在果然天从人愿，美中不足的就是梦境不能成真。挂了吧。你的梦是什么？是意中遇人深深有，半点朱唇浅。 浅长，哎呦，我太过分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带着一两个梦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所以我也不。为了这一吻，只要我小鱼儿能够逃出升天的话，我一定娶你为妻。感动了吧？赢翻了！撤退。梦境成真，虽死犹生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有解药的，你帮我拿吧。哎。 低点，低点，哎，再低点，不是这根，高点，高点，不是这根，哎，对对，高点，哎，对，是这根，啊，谢谢你。嚼碎喂我吃。嗯，有一种要嚼碎，这种用不着。啊，厉害啊！哎哎，什么事？啊，没什么，有东西顶着我。 晚上上街的时候，我一定带着蜡烛，以免迷路。哎，帮我点着。哎，那边有面墙，我过去看看。哎，还是湿的，一定有出路。我来试试。嘿，果然没错。 跟我来，啊！我们刚刚说的话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记得要等我哦。已经走了一个晚上了。是啊，你说有好东西，哎，到了，前面就是了。快，过来！哎，快点！哎，就是这里，哎，你看啊，开了！噔噔噔噔！哇，哎，女人！是啊，好货色呀！哎呀，女人是好货色，不过我们不好色。哎，是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龟公大侠。哎。 叫我龟公好了，哎，龟公不好听，叫公公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你的浓情厚意我们心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不想付钱呢？不是不想付钱。来，进来。哎，来，哎，阿娇。啊，是他呀。哎，是啊。 让你们两个重温旧梦啊！哎，女人我们真的没兴趣，没兴趣什么嘛！你们两个划划拳，看看谁先谁后了。哎呀，不用划拳了。哎，不可能吧？当年你们两个拼了命追求人家的啊！当年相恋意中人。哇，你怎么这么肉麻？看到老朋友当然肉麻了，拢外双魔。什么？拢外双魔？瞪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我们两个是谁！性感艳丽涂娇娇。 当年英俊潇洒的李大嘴，我可真的不懂了。不懂，奸狗，不认得人也该认得钱吧？当年你们两个偷了华东救灾的善款，现藏哪里去了？啊，我懂了，你们俩就是十大恶人呐！不是我们两个，是我们四个。啊！怎么像切橘子一样啊？啊！哇，这么多人呐，请客啊！ 李大嘴，涂娇娇，欢迎光临武林城。哎，跟你们讲话呢，跟人聊聊啊。黄山双影终于把你们给引出来了，被他们拆穿了，要想办法救他们。哎，他就是李大嘴啊！抓住他们了！追！别跑！哎，快点！ 不然他们会被人砍死了。这两个就是双尊呐！哼！住手！要杀恶人谷的人，就交给我杀吧。我跟恶人谷的人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啊？嗯。当年我一家八口，打算上京赚钱，可以荣华富贵。 谁知道经过恶人谷，居然全死光了。大家退后，让我取他的狗命！嗨，恶人谷的迷踪蛋！哈，嗨！哼，为什么你用逃命的迷踪蛋，不用夺命的绝命蛋？我是打算用夺命的绝命蛋。嗨，不晓得谁把迷踪蛋放在我身上了。好。 我去问个清楚！哎，干什么挡着我？让我来！什么嘛？哎呀！ 哎真太野了！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里。老姐，你讲话真权威啊！哼，师傅，尊者，武林城是争夺本届武林至尊名位之地，一切是非黑白、恩怨情仇，都只能够在比武场解决。此乃武林规矩，江湖定律。假如大家不遵守， 就失去这次来这里的意义。尊者有令，不敢不从。喂喂，吴缺，请至尊今天驾临武林城，实在是为大会增光不少。 我徒弟花无缺武功虽然不错，可是江湖阅历太浅。我这次来是看着他，免得有人在他身上施展什么诡计。对了，公主，已经有人在花大侠身上施展诡计了。谁那么大胆？就是刚刚被您找回来的小鱼儿。小鱼儿？他跟花大侠的感情好像很好似的。 只怕明天一战，花大侠不忍心对他下毒手。我苦心栽培花无缺18年，就是希望花无缺能成为新一辈的武林高手。如果他敢违背，我就要他不得好死。哎，公主千万不要这样，年轻人可以慢慢的教嘛。教他未必听，但是如果他吃了我这一颗移花宫的夺命丹，一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。 万一花无缺不听话，12个时辰之内得不到我移花宫这颗独一无二的解药，就会吐血身亡。那花无缺一定会打败小鱼儿吗？城主，这次花无缺一定会当上武林至尊，你们想好怎么样扶助他吧。花无缺武功盖世，我们早就不敢奢望了，担心的是至尊之位落在小鱼儿手上。 我现在就去找花无缺，你们3位不必送了。请请请，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。这老巫婆刚刚喝了我们的狂花酒，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哼，狂花酒是慢性毒药，无色无嗅，喝下去不会有特别感觉，不过用1次真力就补不回来了，功力会慢慢消失。 只剩下3成，受一点点刺激就会发疯。你真不愧为陇外双魔的毒魔王啊，大哥，你也不愧为千面魔王。我们易容这么多年，冒充江别鹤和神僧，一直都没有人看出来。爹跟师傅，我觉得都了不起。不用奉承了，你快点准备明天克制移花公主的武器吧。是，爹。你来干什么？ 我来是想叫你在明天的比武里面出尽全力打赢我。你怎么弄出这个样子？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已经练成功了蓝面瘟神神功。在明天的比武里面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是不会手软的。假如你不全力应付，就不要怪我。白晓生的古今神功绝技总纲。 蓝字部，在我记忆中，有蓝氏绝门刀、蓝家拳、蓝田抱玉手3种，没什么蓝面瘟神神功啊。你不要再相信这些传说了。神功绝技总纲的内容是6年前编定的，最少有200多种绝技没有编进去。相信我，不可能的。哎呀，我师傅说这总纲是绝对齐全。你到底搞什么鬼？你的脸，我知道。 世上根本就没有蓝面瘟神神功，你是在骗我！你是想死在我的手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错，我是骗你的，是因为自从那天我们第1次开始，就是这一吻，我就完完全全的属于你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不能不说。我要在临死之前说出我要说的话。不要再说了。我觉得能死在你手上是值得的。怕只怕的是，明天你比武不忍心下手的话，你会被你师父骂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都快没命了，还要为我着想。 我怎么下得了手？怎么忍心下手？你不要哭嘛！你哭我也要哭了啊！哎，他对我一片真心，我怎么可以骗他呢？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。 18年来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？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千万别把自己当女人。不可以对任何男人有好感，保持纯阴之身。接了赏善罚恶令之后，把神功练到绝顶，广大师门，完成师父的心愿。可是你居然为了个男人流眼泪！ 而且是为一个从恶人谷出来的坏蛋，你真是太叫我失望了。徒儿之错，请师父息怒，我没你这种徒弟。徒儿明天一定尽力而为。好，吞下去。罗刹夺命丹，明天你要打赢小鱼儿。假如没有我的独门解药，明天你一定会毒发身亡。 谢谢师父18年养育之恩，我吃。不吃，不要吃！哼！明天比武场见。你这何苦呢？现在决赛剩下4位，分为2组。第1组小鱼儿对花无缺，第2组江别鹤对江玉郎。比武决赛现在开始。请出招。 比武的规矩是不可以有第3者插手，更何况你暗箭伤人。虽然你是上界的武林至尊，也不能例外。就算在场武林人士不怪你，燕大侠也不会原谅你的所作所为。哪一位燕大侠？就是在大明湖畔跟你海誓山盟、恶人谷外跟你隔袍断义的燕南天。隔袍断义，夫妻紧绝，还有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弃而不顾。 反而在外边收养一个弃婴花无缺。花无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花开花落，花无缺，花开，花无缺，觉。为义前尘，你有没有对不起燕大侠？纵然有悔，我问心无愧。好一句问心无愧，凭一句问心无愧，你就偷袭他。你知不知道，他就是你和燕大侠所生的亲生骨肉？我儿子，他是我儿子。不错，他就是你儿子。不是。 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你儿子，不是，是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你儿子，不是的，不是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不是我儿子。18年来，你没尽过做母亲的责任，现在还打得他吐血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儿子？不可能的。啊！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我儿子，我对不起我儿子，我害了我儿子。他的武功已经很弱，快出手！妖妇，你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敢来捣乱？我对不起我儿子。 不知眼神规，走走！不见了！我父子联手把妖妇制服，是为了武林着想。哪位要责怪江某的话，请站出来，江某一定负荆请罪。 既然小鱼儿和花无缺退出，就请城主和江玉郎一决胜负，以定本届的武林至尊。哎，等等，师傅，爹，做儿子的怎么能和您争夺至尊之位呢？好，老衲就宣布，本届的武林至尊就是江大侠江边鹤。等等。 各位，论武功选拔，江别鹤是这次大会的第一名，可是赏善罚恶令绝不可以交给他，因为有人向我们密告了江别鹤的罪状。我这里有一本账簿，是一位少年侠士忍辱负重，在女山贼黑寡妇的贼窝偷出来的。3月21日，江别鹤下令截杀龙门镖局红镖。 得银200万两，我方占80万两。7月14日，江别鹤下令裸劫山东前百万的独女，得银300万两赎金，我方分100万两私票。11月初7，江别鹤通风报信劫四川赈灾捐款，得银1000万两，我方得50成，共500万两。原来你一直跟那些江洋大盗在勾结。 江别鹤，你真的该死啊！长尊，冤枉，冤枉！没有冤枉，这本账簿是你亲生儿子交给我们的。你，爹，我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责备，您太过分了。我虽然是您的儿子，可是我不能够再让您这样子害人了。爹，你觉悟吧！你这个混蛋！爹，我杀了你！您打死我吧！只要您肯收手，孩儿死不足惜，爹，回头是岸呐！你这个混蛋！给我！爹，爹，你怎么样？出卖你爹！爹，您这么健壮，我不出卖您，不是要再等几十年才能当武林至尊吗？ 您早点安息吧，爹啊！我爹打死了，你们打死我爹了！来来，别伤心了，哎，你大义灭亲。 我们会支持你的。对了，各位，本届赏善罚恶令的得主是江玉郎，他也就是新的武林至尊。哎，不行了，我武功那么差，我怎么能当至尊呢？我们说行就行。你还是不是处男？是。哎，是就行了。对了，你是纯阳之体，那我们可以打通你的生死玄关，等你练成寒玉功第九重寒冰烈火掌。 到时候就天下无敌了。参见至尊。参见至尊。传授给你的是寒羽功第九重的寒冰烈火掌。我成功了，我终于练成了寒羽功第九重。 寒冰烈火掌，可苦了我们两个人了。是啊，两位师尊一定元气大伤，让我来安排两位休息一会儿吧。岂止是元气大伤啊！3个月内自身难保，快找人保护我们吧。这是当然的啦。你，我一直都信奉趁你生病要你性命这条金科玉律。这一掌震断了你们的3条经脉，你们以后武功全失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们太辛苦了，每18年就赏善罚恶一次，都做了几10年了。以后由我连任，就不用再选了。你好毒啊！毒，毒我就要了你们两个的命了。 哼，这里100万领银票，给你们养老，马上给我滚！你，哎，师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有钱总比没钱好啊！我们走。玉郎，玉郎是你叫的吗？是，至尊。为什么把他们放了？ 不杀他们灭口呢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啊？你好好用脑子想想，我现在是武林至尊，我把他们2个杀了，人家要说我闲话了。是师尊，立刻给我放消息出去，说他们2个藏了100万两银票，还武功尽失了。他们2个罚恶罚了那么多年，可说是仇家满天下呀。让他们的仇家把他们砍成肉酱，然后。 我为他们报仇，风光大葬。到时候有谁不说我英雄仁义呀？啊！至尊果然妙计。我不念你是我叔叔，也念你是我师傅。只要你乖乖的帮我做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是至尊。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，一定要娶你为妻的？戏言跟诺言只差一个字。一对夫妻如果能够在生离死别的时候还一样深爱着对方的话，他们一生一世都会是夫妻。我希望一生一世都跟你做夫妻，就从今世开始吧。凌云竟把我操纵，浮萍苍生是一场梦。情仇交织躲在劫，傲慢的心被愚弄。 痴情似海深。恭喜新郎官！恭喜新娘子！我们去拜堂吧。玉儿，我好冷啊。无趣，拜堂之后，喝过交杯酒就不会再冷了。 林大哥，世人交拜天地，再拜高堂。 夫妻交拜，死人骨头，你哭什么？今天是大好的日子吗？岂有此理！你有完没完呢？应该嘻嘻哈哈的才大吉大利嘛！女儿。 其实你明知道我过不了今晚，为什么还要娶我？因为你是我唯一要娶的人，只做你一夜丈夫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又何苦呢？我劝。 谁在外面大吵大闹的？我出去看看。啊！我去。我觉得越来越冷，到处都很黑。不要怕。哎！外面杀上门来了。江妈，你看着点。哦，好。我跟你去。救命啊！站住！恶人谷，你们也敢闯！ 你不要碍手碍脚！我们忍了黄山双隐几十年，今天要把他们砍成肉酱。你们就是黄山双隐，就是赏善罚恶双尊。哦，哎，你们干嘛怕这些小角色呢？我们被江玉兰暗算，废了武功了。你们快把100万两和他们交出来，不然连你们也杀。100万两？是啊。江玉兰怕我们不死，给了我们100万两银票，被人追得魂都没了。哎呀，岂有此理啊！100万两拿出来，帮你们摆平。哎，给他，快给他。啊。 哎，走吧！你不是帮我们摆平吗？我是帮你们摆平身后事。哎，走了，等一等。如果跟我小鱼儿和李大嘴拼命，谁的机会大？我看是一半，或者是同归于尽，对大家都不好。如果大家肯走的话，哎，给我啊，还得吐出来。给我，这里是100万两。 大家可以拿过去，分了它，怎么样？好吧，就给你个面子，收下100万两，拿去吧。你们干嘛还成亲？他过不了今天晚上啊！你说句好听点的行不行啊？过不了今天晚上。说点吉利话。那他过不了明天天亮行吗？还说啊，不行啊！我们两个老糊涂把事情弄成这样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花无缺。没用了，世界上唯一的解药全被他们毁了，救不了无缺了。是啊，哎，那也不一定啊。只要我们两个人用绝体的内功，就可以把他体内毒逼出来。你们的武功都被人家废了，还逼什么逼呀？嗯，他就是绝顶高手啊。废话。 他经脉全断了，已经是个活死人了，功力再高都没有用啊！这你可说错了，他现在情况就像是一个没有钥匙的宝藏，只要我们找到了钥匙，就可以把他的功力啊拿出来用，真的。哼，我教你打开他的奇经八脉，用乾坤大挪移手法把他的功力引进你的体内，就可以救花无缺了。哎，对啊，爹，情非得已，如果爹同意的话，就表示一下。 谢谢爹，还等什么呀？哦，小月儿，她长得蛮漂亮啊。爹，你跟我说话。嗯，你说吴缺很漂亮。爹，夸你漂亮。 怎么，这样也能传功力啊？当然可以了，不信你试试。哎，好，好。喂，对不起，想吃豆腐。嗯。鱼儿，你跟爹说，我很感谢他，我好多了。爹的内力在你的体内，他怎么？嗯。爹，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收回内力？爹，好。燕大侠已经去了。啊。爹。 爹，燕柳哥，哎，他因为知道移花公主已经死了，自己生存下去没有意义，他不保留自己的内力，是希望你们多一点力量去报仇啊！报什么仇啊？你们说了，江玉兰已经练成了寒冰烈火掌，我们去报仇只是送死啊！是啊，鱼儿不要去。嗨，其实寒雨功第九重，除了寒冰烈火掌之外，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功——狼情妾意剑。 狼情妾意剑，这种剑法是要两个相爱极深的人同时使用才会有效，可以把两个人的功力增加10倍。你们两个既然可以生死与共，当然能用了。拿去。狼情妾意剑真的可以克制寒冰烈火掌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两个臭男人又没爱过。无缺，得拼一拼了。我们不找江玉郎，江玉郎也会来找我们的。父郎。 就照你的意思吧。你们要记住，你们两个爱得越深，剑法的威力越大。哇，他们练得好过瘾！哎，我们也练吧。好好。你们像狼情妾意吗？哪本像什么？是啊，狼情妾意剑没法教了，奸夫淫夫剑怎么样？嗯，我干。 时辰已到，欢迎武林至尊！欢迎武林至尊，千秋万世，一统江湖。各位武林前辈，玉郎今天能够当上至尊，我一定会为武林造福的。不错，至尊除了在半个月前拆穿黄山双隐就是陇外双魔的真面目之外，还把恶人谷的6大恶人给抓了。 今日除恶立威，他日进攻恶人谷，发誓一定会斩草除根。至尊神机妙算。好，现在就请至尊利用这几个人示范他的寒冰烈火掌，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啊！啊！ 现在白无常变成了黑无常，黑无常变成白无常了。你们两个狗男女，还有胆子回来呀？你还没死，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呢？江玉郎，你连你亲生父亲都敢杀，你还有资格当武林至尊吗？大庭广众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拿酒。是，二位，你们一定是误会至尊了，请坐下来喝杯酒，让老衲慢慢跟你们解释。 没事的，我看你能放什么屁。其实至尊很欣赏二位，老衲先敬你们一杯，来。你用狂花酒害死我妈，现在你也该自己尝尝了。不可能的，短短半个月，你们的武功怎么进步的那么快？哼。 我们勤练武功，当然比你每天设计害人强。你不要以为你徒弟做了至尊，将来你会有什么好处？他杀了我们之后，就会来杀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玉郎，你不会的是吧？你帮他杀父，又害死我师父，废了双尊的武功。你知道他太多丑事，他一定会杀你灭口。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玉郎不会杀我的，我是他的师傅啊！玉郎，玉郎，我是你的师傅啊！走，看你往哪儿走！你，杀猪！刚刚你为什么不解决他？见不长眼，会伤及无辜，让他来。 江玉郎呢？我看他就快到了。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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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想到几天不见，你们练了这么邪门的剑法。这就是专门克制你的郎情妾意剑。是吗？我倒想见识你的狗男女剑法。寒冰烈火掌果然厉害。不要怕，我给你念郎情。好像不大够，再来。 让我来。 怎么样？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废铜烂铁啊？有，走！哇！过！糟了！奸夫淫妇剑！嗨！嗨！我砍！给我点谢意。 好像不大够啊！哈！哈！这两个牌子。 已经害了太多人了，把它扔了。哎，不要，我们把它给留起来。将来我们的儿子女儿不听话的话，我们就用赏善罚恶那样打他们。嗯，哎，走了。嗯。哎呀，他们两个真是郎情妾意哟，羡慕死人了啊！我们也练过奸夫淫妇剑，我看不如我们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跟马那个。嗯，那你跟牛来一次，我们不就扯平了吗？下流！ Oh.